别批评孩子。我哋咧今日咧，今日系咩啊？今日只系 Easter Sunday 系嘛？复活节。咁我其实见到个十字架嘅时候咧，我就同阿牧师倾偈，我就话：，还是摆咗十字架喺度，不如我哋试下一齐自己挂上去啦，好唔好啊？咁我同牧师讲：，我不如你先啦。咁牧师同我讲就话唔需要啦，因为耶稣已经代我哋挂咗。本来我哋每一个人咧，如果冇耶稣基督嘅救恩咧，十字架都是为我们预备的，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流了血了，就好像上个礼拜牧师说的，他的血就好像这个香膏一样，跟我们膏了我们每一个人，使到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我们能够回到来去的地方赞美他，是一个福气来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一定要起身，一起身，好吗？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事实在太多了。我们要跟石坟里面，空石坟里面的石头、十字架、天与地，一起开口赞美我们的天父，好吗？好。地与海就出个云，磐石唱赞美歌声，风雨电也歌颂，云雾同众吹送，全地就响声势无比，众赞声永不衰竭，全地要敬拜四方，高唱万有之上，所有，让赞
尊贵，甘心牺牲，十架难做金主大能，神得胜了。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真的多谢你，你牺牲你自己，将自己擘开，你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其实真的很不配，因为我们真的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好，但神啊，你派圣灵地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每一天我们都去更新，我们每天都除去一些老我，能够令我们更接近你。主啊，多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去感恩，我们去赞美，因为主啊，你在创世之先已经为我们预备的这份这么好的礼物，这么好的 good news， 我们接受了，只是我们有权并称为你的儿女，享受你的一切，享受你的爱，享受你的丰盛。主啊，让我们再将我们仅有的声音，我们的赞美再献上给你，求你去预立。多谢你爱我们，我们一切的赞美感恩奉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字摆上。 Amen。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
天父为我们预备了很好的礼物给他自己，就是预备了很多很可爱的小朋友，他们今天预备了一个很漂亮的诗歌给我们的天父，我们不如拍手掌欢迎他们进来好吗？When darkness veiled the sky,
The day that Jesus died in agony upon the bitter cross. They took his body down and laid it in a tomb. His friends believed that everything was lost. But when the third day came, the darkness turned to light. For Mary heard her name and saw我哋俾啲掌聲，我哋啲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感謝主嚇，陣容鼎盛啊！有鋼琴，有豎琴，有小提琴，有大提琴，又有簫。咁咧仲爭咧喇叭同埋大鼓。咁咧你有啲細路幾時咧就學下吹喇叭啊？學下打大鼓，咁我就成個 orchestra 噶啦嚇。咁啊，多謝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咧，就捐獻佢架車俾我哋。咁啊，有條車匙就係啊 Kia 嘅。咁咧，暫時咧我就擺喺阿陳牧師度，佢領養住呢架車先嚇。咁若果你唔攞翻咧，咁就係捐咗俾教會噶啦嚇。我哋做一個祈禱先好嘛？慈悲仁愛的天父，我們都是今天
特別是當我們的小孩子一起來到唱歌的時候，就提醒到我們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因為耶穌基督在2000多年之前釘在十字架，為我們的罪釘死，但是祂不是就因為只是為我們的罪釘死，因為祂復活，所以我們知道我們信了主的人，我們亦都將來得到這個永生，得到這個復活。主都是求主你，都是幫助我們，我們信靠了主你的，我們不單止是享受這個永生的福分，而且亦都幫助我們來到在神你的事工裏面，我們來到落力，來到將這個福音講傳出去。主，我們多謝你今朝給我們一個敬拜的時間，求主你祝福你的話語能夠給我們無論做講的做聽的一起在你的說話上得著這個益處。我們這樣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好，今天我跟大家講一個題目，叫做祈求就得著，就是馬太福音的第七章那裡的。他說祈求就得著，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弟兄姊妹們，你信了主了，你有祈禱，你有沒有試過你祈求不得著的呢？得個吉咁嚇，冇喎。OK， 咁究竟咁呢句説話咪好似好有問題咁係嘛？佢話祈求就得著，點解我唔得著咧？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嘅呢一句嘅經文究竟係咩意思嚇？我哋祈禱咧有兩種情況之下咧，係多數神都唔會聽嘅。第一種祈禱咧就係、是、喺呢個嘅約翰福音第九章，佢話罪人嘅禱告，嗱唔係講呢個悔改嘅禱告，罪人嘅禱告咧。咁啊，神咧好多時都唔聽嘅。第二種咧嘅禱告咧，就係話咧喺雅各書第四章，你們求咧也得不著。點解得唔著？因為你們求嘅咧係妄求啊，唔係 tennis 咁嘅波咁嘅意思嚇。妄求即係話咧嗰啲嘢咧係就係妄求啦，係嘛？咁啊有個男人去書鋪度，佢話問個想揾本書嚇，咁佢就揾極都揾唔到，於是就問嗰個老闆啊，佢話老闆話你想揾本咩書啊？佢話我想揾一本書咧，就係咧係夫婦冇吵鬧，吵鬧嘅，即係唔鬧交嘅。咁、那個嗰、那個侍頭就諗下，佢話我諗唔到有呢啲書喎、啊，去童話部睇下有冇啦嚇。咁啊，如果冇咧，佢話有冇一啲健康嘅吵架方法？咁、那個老闆又話：我又諗唔到有喎、啊，去武俠小説嗰度揾下啦嚇。咁啊，呢啲叫做妄求啦嚇，即係話咧，如果夫妻相處咗幾十年咧，都從來未有過或者啲摩擦嘅話，咁呢啲叫做妄求啊。咁啊，但係呢句經文就話嗱，我哋睇翻呢句經文啦。佢話特別喺下邊嗰度嚇，你們祈求就得著，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開門。咁呢度咪話。我哋祈求就一定得着嘅，得着乜嘢咧？我哋祈求唔系一定得着呢个嘅答应，而祈求系一定得着呢个嘅回应。回应同答应系唔同嘅。如果咧我哋祈求就一定得着嘅话，就好似有啲人去拜王大仙咁样啊，话王大仙有求必应吓。我唔想得罪其他嘅宗教啦，但系会唔会即系求咗王大仙就有求必应咧？我肯定系唔会嘅。因為如果會的話，那你就不用年年都回去什麼添香油啦，是吧？我一次求曬五福臨滿，我健康長壽安寧那些全部我求曬，我又求曬自己的健康，我吃得飲得睡得什麼都求曬，一次過就搞定了，是吧？咁所以咧，我哋知道咧，呢一個唔係呢個嘅祈求就得著，唔係得著呢個答應，係得著呢個回應。今日同大家分享咧，有四種神咧，有四種嘅回應嘅方法啊，有求必應，有求不應，有求未應，同埋咧冇求都得應啊，呢個第四樣嚇。好，我哋講第一種有求必應嚇。我哋用一個嘅例子嚇，就係呢個嘅所羅門啦。所羅門咧就咧向咧神咧嚟到祈求啊。他說耶和華我是幼童，其實那時候不小了，應該20歲那麼上下，因為大衛70歲駕崩，他應該就是當時所羅門20歲，
在位40年啊。佢話：我係幼童，不知道應當怎樣出入啊，即係唔係唔知道邊個係出口，邊個入口？即係話我啊，平時我都唔知點樣做啊，因為咧喺以色列咁多人啊，我啊不可勝數，所以佢話神啊，嗱呢個佢祈求啦，佢話求神你賜俾我智慧啊，佢話你俾我智慧啦。咁如果大家睇聖經嘅時候，你就睇見神咧就好爽快喎，即刻答應喎。咁啊點樣答應法咧？啊神就話對佢講。神對所羅門講咧，佢話：我就應允你所求的，係嘛？呢、這個 yes 啊，有求必應。我應允你所求嘅，賜你聰明智慧，因為你求聰明智慧啊嘛，我就賜你聰明智慧，而且呢啲聰明智慧咧係好勁嗰種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在你以前沒有像你嘅，在你以後也沒有像你嘅啊。所以咧啊，跟佢話呢個智慧，呢個聰明智慧我賜俾你啦。但係唔單止咁樣。Buy one get free，OK，、okay? 買一送三，我再送多三樣嘢俾你，睇唔睇見嗰三樣嘢啊？佢話我俾咗智慧你，仲要你冇求嗰啲，我俾你富足啊，俾你尊榮啊，俾你咧仲有呢個長壽啊，俾你三樣嘢。哇！你話抵唔抵啊？嚇咁樣求神，跟住咧俾三樣嘢你，係咪啊？啊咁啊啊！如果我話啊，余牧師就祈禱求神，神啊俾我智慧。咁啊，神話好，我俾你智慧嚇啊，仲有我跟住咧，再俾你長壽嚇啊！人生嘅年日係70歲，你都就嚟70啦，睇你咧啊，又瘦又殘嚇，又巢皮，命不久矣。我俾多50年你啊，120歲嚇咁啊！哇，跟住咧就係、是、馬照跑，舞照跳嚇、啊，點心隨便叫嗰啲嚇，咁咧你好健康嘅啊！咁你話哇，濟唔濟啊？哇，真係～這個神咁樣祈禱法真係好啦，咁我哋祈禱都係神啊，求你最俾我聰明智慧咁樣嚇，咁啊神咧就會買一送三係咪啊？啊，我哋睇一睇啦嚇，啊佢呢個所羅門咧求呢個智慧嚇，神有冇食言咧？啊，神有冇講過空頭支票講咗就算咧？啊，係咪話講咗就算數？嗱，我哋留意一下。所羅門有沒有聰明智慧？有沒有？有。有沒有富足？啊、有、啊。有沒有尊榮？尊榮呢，即是說，即是人很honor他、啊、或者他有很多粉絲、啊、很多fans、啊、這樣。有沒有？有。有沒有長壽？你怎麼知道沒有？啊、你怎麼知道沒有、啊、他多少歲死的？你不知道是吧？他20歲咁上下登基，跟住做咗40年皇帝就死咗啦，即係60歲咁上下啦，係咪啊？人生嘅年日都70歲啦，強壯到80歲，佢60歲就死咗啦。咁啊，神係咪食言咧？啊，佢話明俾嗰三樣嘢佢噶嘛，除咗智慧之外，啊，其實咧神咧就唔係食言嘅，咁啊有個賊咧。啊、就咧入屋偷竊嚇，咁啊入咗間屋嗰度咧，啊首先睇下有冇人啦、啊，間屋裏邊一個人都冇，咁啊所以咧佢他他條咁樣翻啊翻箱倒籠咁樣，正在佢炒炒下嘢嘅時候，突然間聽見喺廚房嗰度有啲聲音出嚟，關二哥嚟啦！哇嚇到佢嚇，即刻匿入個衣櫃度，咦原來間屋入邊有人嚇，咁啊跟住又冇聲咯噃。咁於是嚇，佢又出去裝下，去廚房，行到廚房咁門口咁上下，又聽見關二哥嚟啦！哇！咁佢再裝下，嘿，原來冇人，係只鸚鵡。嗰只鸚鵡猛話：關二哥嚟啦！關二哥嚟啦！咁樣嚇，咁啊，只嗰個賊咧就鬧嗰只鸚鵡啊嚇，呢只傻雀嚇死我啊嚇！擰笠你個頭煲紅蘿，青紅蘿蔔啦嚇！你不知道這個笑話，你自己看香港的 news 啊。咁啊，跟住個鸚鵡啊，繼續叫啊，關二哥嚟啦，關二哥嚟啦！突然間佢聽見後邊有啲咆哮嘅聲音，擰轉頭，原來關二哥就係後邊有隻沙皮狗，個口好似個沙盤咁大嘅嚇。嗱，咁咧佢唔聽只鸚鵡嘅 warning 啊嚇，咁啊跟住出咗問題啦。所羅門咧？神有冇食言咧？神冇食言，因為咧佢第嗰個長壽嗰度咧係有 condition 嘅，係有條件嘅。啊，睇唔睇見個條件啊？
佢話：你若果遵行我嘅道，緊守我嘅律例戒命，就使你長壽啊！嗱，呢一個有帶呢個嘅條件嘅應許啊。所羅門佢係滿有智慧嚇，甚至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咁佢應該佢咁有智慧嘅時候，有咁多知識嘅時候，佢應該搞到自己好長命啦，係咪？佢又食得好，又著得好，又住得好，係咪？咁佢應該咧又知道佢咁有知識嘅時候，知道咧要去做下運動啊，七分飽啊，常跑跑啊，朝頭早啊早早睡早起，應該做曬嗰啲嘢啊嘛，係咪啊？但係咧啊，原來咧我哋睇見咧佢年紀越長嘅時候，咁佢就有700太太，300妃嫔，1000啊。我相信不單止1000嘅，不過經文就係咁樣講嘅啫。跟住咧，經文就講到咧，佢咧好多時就跟隨咗呢一啲嘅太太啊，呢啲妃嫔啊，就離開咗神啦。原來咧呢、這個聰明智慧，有時神賜俾我哋嘅嘢咧，都係咧唔係一次過俾咗就冇，就以後都有噶啦。譬如你而家你好有呢個嘅恩賜去傳福音。或者你好有恩賜去教呢個主日學，或者你好有恩賜做呢個嘅唱歌，係咪表示你永遠都有呢個恩賜呢？其實唔係嘅，好多時候就睇我哋同神嘅關係究竟有幾好。如果我哋同神嘅關係慢慢脱離咗嘅時候咧，呢啲恩賜咧就可能都拿去咗啦。所以咧，神咧係凡係祈求係有回應嘅。第一個回應咧就係咧。有求就必应啊，求神咧会答应嘅。第二个祈祷咧，有求不应啊 ，no。第一个系 yes， 第二个系 no 啊 ，no 就梗系唔好啦，系咪？你祈求嗰样嘢，神唔俾你，系咪？咁我哋用另一个嘅例子啦。嗱，呢一个即系有求不应啦。用约拿，约拿做个例子啊。约拿，如果大家睇约拿书，总共得4嘅啫。約拿書有4裏面就講到神吩咐約拿，他說你去尼尼微這個城道告訴他們，若果他們不悔改，城神就會滅了這個城，告訴他們大禍臨頭了。那這個約拿就走佬，他不去尼尼微，就在這個耶路撒冷的東邊陸路的，他就走去海那裡坐隻船。坐船去哪裡？要走到去天腳底，因為那時的天腳底去到最西的地方，他們覺得就是這個葡萄牙或者西班牙那裡，去這個他斯，這個他斯橫到這個地中海2300里，即是神你怎樣找到我啊？我走佬了啊。原來呢，跟著呢，為什麼他要走佬呢？其中大多數的解經者都認為，因為他很憎這一班尼尼微人，其實很憎這一班的亞述人，因為亞述人非常殘忍的一班的民族，咁咧亦都咧即係好逼迫呢個嘅猶太人啊，佢哋好殘酷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甚至捉到嗰啲人、嗰啲敵人嘅時候咧，將佢個面珠燈嗰度篤兩個窿啊，攞條繩箍住喺度，好似拉狗咁喺度遊街。咁所以咧，我哋好相信咧，約拿好唔中意呢一班嘅亞述人。而家神叫佢去同佢哋講喎。他說我不去，於是他就坐船走佬了。我們廣東話有句說話，就是如果人家說你大我啊，是什麼意思啊？即是你蝦我啦，是不是？那原來你留意一下，約拿書神就大約拿的。4你看一看，很多個大字的。首先呢，大風大浪，跟著有條大魚，跟住嗰啲水手咧就大大嘅惧怕，跟住咧就大大嘅敬畏神。去到第4嘅时候，你睇见啊，约拿就大大嘅不悦，跟住咧就又大大嘅好兴奋吓，全部一个嘅大字因为咧佢唔大啊，约拿就唔去嘅所以咧俾条大鱼食吞咗个落肚跟住3然后吐翻佢出嚟跟住咧就約拿死死氣啦，冇計啦，係咪？就去到尼尼微。尼尼微係一個大城，大城嘅意思即係話面積好廣闊，要咧行咧要行3先得嘅。佢就行1啫咁神叫我講啊嘛，我咪講咯。再等40日，
尼尼未必傾覆了，再等四十日，尼尼未必傾覆了。我相信係佢一定啊，唔會好 dynamics 咁樣講啊，就求其啦。神你咁講咪講咯，再等四十日，尼尼未就傾覆了，跟住拜拜嚇。點知全城悔改嚇，於是神就話：我決定唔再滅呢一個嘅尼尼未啦，因為咧佢哋悔改。嗱，呢個約拿書咧，啊咁應該大全城悔改，係咪應該約拿話哈利路亞？啊，神係真係有恩典有憐憫啦，係咪啊？啊，唔係喎，佢大大不悦喎。呢個第四章嘅第一節就係大大不悦。如果約拿書得三章嘅話咧，啊呢本書咧就有個 happy ending 啦，啊即係好嘅結局。我哋睇戲係咪你中意睇啲 happy ending 抑或 sad ending 啊？嗱，我大多數人都中意睇啲戲咧，有好結局嘅 happy ending。所以咧，以前咧嗰啲嘅韓國片啊，應該第一出就叫咩藍色生死戀啊，係嘛？哇！嗰啲人追俊男美女係嘛？大家幾恩愛啊，跟住經過唔同嘅挑戰啊，跟住咧就大家啊諗住咧 happily after 嚇、啊。咁啊點知嚇嗰陣時嗰啲韓國片就係最尾咧，梗係一個患絕症嘅。多數係嗰啲女嘅添，於是個男嘅就孭住佢，一係去醫院，一係上山，一係行海灘，跟住就死咗㗎啦，係咪啊？係咪啊？有冇睇過啲戲啊？係咪啊？咁啊就哎呀，呢啲戲嘅真係唔好睇啊，係咪？冇 happy ending， 所以而家啲韓國片唔係咁㗎啦啊啊會咧啊，或者有啲似我哋香港嗰啲，我哋最尾齊歡唱啊，齊慶賀啊咁樣嚇啊。若果約拿書只係得三章嘅話，停喺第三章嘅時候。就有一個 happy ending 啦，全城嘅人悔改喎，嚇神就決定唔滅呢一個嘅尼尼微城喎。但係原來咧呢一個嘅約拿書嘅主旨，最想我哋知道嘅就喺第四章嗰度，唔係第三章，係第四章。跟住我哋睇一睇啦啊，呢個約拿祈禱啊嘛，佢話求神啊，跟住我睇見喺第四章咧，約拿祈禱兩次啊，嗱睇下佢點樣祈禱啊。這是約拿大大的不悅，這是是什麼？是第三章全城得救、啊那個、那於是呢他就祈禱了、啊、非常不悅、啊啊、就來到祈禱，他說神啊，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慈愛，有恩典有憐憫、啊、有這個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我早就知道你是這樣的、啊、所以他說我就知道你會改變主意的咯，所以我咪走佬咯，所以我咪去他斯嗰度咯，嚇、啊！哇，約拿非常駁嘴，非常叻嘅，係咪啊？如果你唔知道，即係神嘅感受，好似我哋如果啲仔女啊駁我哋嘅時候啊，真係好激氣啊，係咪啊？咁我聽過一個駁嘴都幾好笑嘅，個阿爸就見到個仔偷偷地食煙啊，咁啊鬧個仔嚇：你做咩食煙嚇？唔好好地讀書嚇！咁個仔就駁佢嘴啦。讀萬卷書不如食萬寶路咁啊！啊，你話梗要俾啲仔激死啊，係咪啊？啊，約拿就咁啊，哇！佢引經據典喎、哦，佢話神你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嘅慈愛，好清楚神嘅位格係點樣嘅喎、哦。佢話就係因為我知道你係咁噶啦，所以我咪走佬咯。你又夾硬有條魚食咗我嚇、啊，跟住又吞吐翻出嚟嚇、啊。我現在我祈禱啦，耶和華啊！求你取我的命吧，你殺了我了、啊、怎樣殺都好了，不要那麼辛苦那種了、啊、總之殺了我了、啊、神有沒有答應他祈禱、啊、好，既然你祈求就得着，你就死了，這樣是吧？沒有、啊、沒有、啊、神跟著就回應一句，他說阿約拿你發怒合理嗎？他說你這發怒合理嗎？你覺得你發怒有冇理由先？啊，咁啊冇講啊，約拿點樣回應嚇？啊，總之約拿就話：啊，你整死我啦！啊，我唔想活落去啦！啊，咁你話呢個祈求答應咪 no 咯，係咪啊？得唔著咯？好唔好啊？呢個答案，呢個回應好嘅喎。如果神真係聽佢講，咪死咗咯，係咪啊？即係有時我哋成日講笑嗰啲咁啊，哦，個後生嘅時候個後生女咁啊，見到個。暗戀一個白馬王子，哎呀神啊，求你俾佢追我啦，跟住娶咗我啦，咁我以後就 happily after 啦，咁啊點知佢娶咗第二個，
咁嚟，哎呀神啊，點解我祈禱你唔答應呢？係咪？咁點知二三十年之後見翻呢個白馬王子，啊白馬就變咗肥馬，啊仲肥到咧綁即係著襪都著唔到嗰款嚇，跟住咧個王子就變咗老夫子啊，啊變咗大番薯啊咁樣嚇，咁你話哎呀神啊哈利路亞，感謝主你嗰陣時冇答應我係咪啊？咁其實咧嚇、答應神嘅回應咧就係、是、no， 唔答應咧。都是一個好的回應，因為神知道什麼對我們最好。這是第一次祈禱，他在第四章祈禱兩次，他祈完禱之後跟著做什麼呢？他可能就說我等死了，神你怎樣劈死我也好，等我斷氣也好，怎樣都好，誰知他又不死，等了一陣都不死。於是約拿就出城了，出了尼尼微城那裡擔張凳仔坐在城的東邊那裡，擔張凳仔，我擔張凳仔是我作的，總之是坐在東邊那裡。跟著很熱喎，那裡他擔張凳仔在那裡坐在那裡做什麼呢？既然神不殺我的話，那可能我點醒了神啊，是吧？神現在又改變初衷了，跟著又要滅這個尼尼微了，我就擔張凳仔睇放煙花咁樣嚇，烽火焚城嚇，咁於是坐喺度嚇等睇下呢個尼尼微嘅下場。咁啊點知係好熱喎，係嘛？當時好熱，咁啊於是咧，咁啊熱到佢即係出曬汗。咁啊耶和華咧，佢話就安排一棵崑麻樹啦，唔係大麻樹啊，係崑麻樹。咁啊崑麻樹咧細細棵，長得好慢嘅，一年咧就大約尺零咁上下嘅啫生。咁啊！但係咧，佢唔知淋咗啲咩嘅 miracle growth 啊！就一日咧就升到好大棵。而咧呢、這個崑麻樹有咩特別咧？佢塊樹葉好大嘅，話八寸乘四寸，八寸乘四寸嘅樹葉有幾大咧？啊咁大啦 ，OK， 咁大就一塊咁啊嚇，八寸乘四寸。於是啲樹葉好茂盛，佢可以喺坐喺個樹下邊遮陰嚇。咁啊，佢就好開心啦嚇！睇唔睇見佢啊？約拿因這棵崑麻樹大大嘅喜樂，佢好開心，唔單止有因為有遮陰，好開心，因為神可能改變咗主意啊！神而家要滅呢啲亞述人啊！啊，等我慢慢喺度睇啦，點知咧神又未滅喎嚇！咁於是啊，就可能佢瞓著咗啦。瞓醒之後，咦？點解咁熱嘅嚇？咁又望下嗰棵崑麻樹。枯曬咯喎！原來嗰日神咧就叫一條蟲啊，神冇講呢條大蟲啊，我諗一條有翻咁大條嘅蟲啊，唔係成棵崑麻樹食到佢枯乾曬。咁佢咁於是咧啊，跟住咧啊，神又加料俾佢啊，唔單止曬，而且仲要超曬，俾個太陽咧特別嘅猛烈啊曬住佢，跟住再整一啲嘅東風啊熱風啊嚇。你想想用一個你最出名的風筒啊，咩戴森啊，好勁嗰啲咁樣喺度撳著嗰個熱嗰個喺度吹住你，上面又曬住你，咁你話好唔好受呢？咁於是約拿咧曬到佢視他發昏啊，嚇，即係曬到佢差唔多暈啊，佢又祈禱啦。佢話他就為自己求死啊，佢話我死咗佢好過啦嚇。我死了他好過了，真的現在這麼熱。弟兄姊妹，若果你是約拿，若果你頭上有個太陽這麼曬曬著你，跟著有些這麼熱的東風吹著你，你會怎樣？你說你會怎樣？我不知道你會怎樣，我因為經常都想到吃的，所以我就想想，我快快走回去尼尼微城度找間有冷氣的茶餐廳，叫杯紅粉，不是紅粉，紅豆涼粉冰，跟住喺度嘆下冷氣，係咪啊？佢就係死都唔入城，我唔入去嗰個城嗰度噶啦，嚇。於是又求死，啊，佢話我而家死咗比活著還好。頭先我哋話約拿書如果停喺第三章就 happy ending 啊，去到第四章咧係冇收場嘅，啊，因為神冇講。跟住有咩下場喺度係嘛？冇講約拿究竟神點樣處置佢啊？但係約拿講咗一句嘅説話啊，我俾翻頭先大家睇一睇嗰句説話啊。佢話神啊，
你有怜，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在诗篇那里出的这一句的说话啊。咁其实咧，呢一句就是其中一个嘅宗旨喺度。我哋睇见神同人嘅分别，呢个先知嚟嘅。神有恩典，有怜悯。约拿有冇咧？佢有选择性嘅恩典，选择性嘅怜悯。犹太人咧，我就怜悯佢。犹太人就有恩典，亚述人就冇啦。不轻易发怒，神就唔轻易发怒嘅。约拿有冇轻易发怒呢？那棵昆麻树冇咗枯干咗，佢就发嬲啦。啊，佢绝对轻易发怒。佢嘅慈爱，神有丰盛嘅慈爱。约拿有冇呢？约拿嘅慈爱又系选择性嘅。啊，呢啲人值得爱，我咪爱佢咯。那些人不值得爱，我们就不爱他。这个爱呢是很人性化的，是吧？那个人对我好，我当然对他好啦。那个人对我不好，那就算数咯，是吧？但是神的爱不是这样的。记不记得主耶稣怎样说？他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就是神的丰盛慈爱和我们的分别了。但是個答案，我哋今日翻去祈禱嘅時候，祈禱嘅答案呢個係 no。阿神咧係話唔答應。原來唔答應都係好嘅，因為神係無所不知噶嘛。因為神無所不知，佢所以知道唔答應係最好嘅。第三種嘅回應方法咧，就係咧有求但係唔得到回應啦。我哋英文叫做 wait。啊，我哋用一個例子，就係有一個官就走去問耶穌啦。他说我应该怎样做然后才可以得着永生呢？于是耶稣基督就讲十诫里面人同人的关系，他说你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做要孝顺父母。跟着讲完了，这个人就说，哎呀，搞定，我从小就遵守了。在耶稣基督的回答就看见耶稣基督真的是神是无所不知的。他说但是他不认识这个人，我相信他不认识这个人。耶稣基督就说你还缺少一件，他都不认识的，不认识他，他怎知道他缺少一件？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知道他缺少了一件。他缺少了一件是什么？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用我去看这句经文就糟了。我信耶稣，我要卖晒我的屋，卖晒我的田，卖晒我的地，卖晒我的车，捐给穷人。不是，主耶稣就是说你啊，你有个问题在这里。你的问题以为你行这个十诫，你做好事就得救，不是，是因信称义。你要相信，相信然后才得救。在这个例，究竟这个官迟些有没有得救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少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时候他不得救，他要等，等到他知道怎样为之得救，然后他才有得救。其实呢，神很多时候给我们的答案都是等的 wait， 有时等几个钟头，有时等几日，或者等几年。举个例子，复活节今天是吧？耶稣基督复活星期日早上天蒙光的时候，他显现给几个妇女看，是吧？那几个妇女于是临就走回去跟那十一个门徒说，他说我今朝早啊见到主耶稣啊，主耶稣喺显现俾我睇啊。咁于是咧，大家记得彼得同约翰就走去个墓穴嗰度，跟住原来个坟墓系空嘅吓。咁你谂下嗰十一个门徒啊，当佢哋聚集埋一齐嘅时候，嗰日日头嘅时候，佢哋会唔会祈祷啊？嗱，圣经冇讲佢哋会唔会祈祷，我相信佢哋一定祈祷。佢话神啊，耶稣基督啊，你复活俾妇女睇。我哋十一个门徒喎，假假地，你唔复活俾我睇，系嘛？但系喺日头嘅时候，主耶稣冇出现俾佢哋。啊 ，wait， 你哋等下啦。当天嘅夜晚，主耶稣就显现俾佢睇啦。嗱，所以佢哋等几个钟头，就佢嘅祈祷就得到呢个应验啦。嗰一晚，大家记得嘛？多马唔喺度，多马翻嚟嘅时候，其实佢口硬啫。佢话我就唔信啦。我不亲手摸过他的钉痕，摸下他的肋旁，我就总不信他口硬。其实我想为他施治的时候就会想，耶稣啊，你复活了给十个我的弟兄看，你可不可以复活给我看啊？他等了多久？一日、两日、
等了 exactly 一個禮拜，一個禮拜之後呢，主耶穌就呢顯現俾佢睇啦。所以呢，有求未應呢，有時等幾個鐘頭，有時等幾日，甚至可能等更長嘅時間。舊約呢個約瑟，約瑟俾十個阿哥賣咗去做豬仔。跟住咧就俾呢個主母陷害，就跟住坐咗監。你嗰一段嘅時間，你估佢有冇祈禱啊？嗱，神啊，點解啊？我好忠心於你喎，點解你咁樣啊？嚇，佢一路祈禱，要幾耐先回應咧？13年，13年之後佢先成為法老嘅左右手。所以咧，神咧有時咧，我哋嘅祈禱咧係要等嘅，因為神覺得嗰個神知道咩時候為之最好，呢個官等唔等到咧，就視乎咧佢咧明唔明白到佢因信稱義啊。就最尾咧一個咧，可能你就未或者少聽過嘅，除咗 yes no wait， 仲有咩咧？就係另外一個冇求到，我冇祈求到，但係就有回應喎，用咩例子咧？我冇祈求到喎。就回應摩西有冇祈求耶和華，我要帶領班人出埃及，求你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他有冇咁祈禱啊？大家知道冇啊嘛。摩西跟住神對佢講，佢話嚇你揾我唔好啦，thank you very much， 揾第二個啦，揾第二個啦，唔好揾我啦。佢冇祈禱過喎，係嘛？保罗呢？保罗有没有说神啊，求你给我向外邦人传福音，他有没有求过？我相信他没有求过，但是呢保罗呢又去了这个传福音。所以呢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呢有一种的理论的，今天我不特别讲这里，但是我都给大家看一点。这个理论呢就叫做预定论，预定的论说，即是说神预定了有一些人信耶稣的，如果神预定了有一些人信耶稣，即是没有预定的那些就不信耶稣咯，是吧？所以有些人就会驳他，如果神预定哪些人信耶稣，不预定哪些人信耶稣，那我去传福音做什么？他说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是预定了的嘛，你就是忠心去做咯，所以呢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是预定了他信的话，你求其讲两句他都信的了。如果你预备了他不信的话，你讲到口水干他都不信的。那么其中有几段经文的，我只是拿其中一段主要的经文，在这个罗马书第8章29节那里，因为神他预知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这里就是预知预定。咁如果你留意到有咩叫預知咧，咩叫做預定咧？咁係咪神咧有偏袒咧？神就拯救某一啲人，唔拯救其他嘅人？多謝我細佬嚇，送樽水俾我嚇。如果你想解釋呢度咧，其實比較容易啲嘅。有一個醫生有兩個病人。A 和 B 两个都要个肝脏移植的，那医生就决定移植给个 B 不给 A， 那你说是不是有选择？是吧？但是呢原来为什么他不移植给 A 呢？因为他预先知道 A 患了重病，最多得一个月命或者两个月命，所以捐了个肝给他呢是浪费了他的，所以他就決定將這個肝捐給這個 B。 如果我們用這樣來看的時候，就是說這個醫生沒有偏袒，因為他預知到，所以他就預備了這個肝給這個 B。 用這裡來解釋的時候，最容易解釋的就是說一句的經文，我們大家你信了主的都懂的了，約翰福音第3章16節，懂不懂念啊？一起念好嗎？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世人什么意思？
世上邊所有嘅人，英文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嚇，神所有嘅人。嗱，如果神就愛世界上所有嘅人，叫佢哋相信嘅時候不得滅亡，反得永生，我哋點樣可以話佢係揀選咗一啲人信，一啲人唔信咧？如果係咁樣嘅時候，神就唔應該咁樣講啦。神就應該話神愛佢所揀選嘅人。甚至將呢個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嘅、揀選咗信他嘅，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如果你唔係好明咧，就譬如我話，我愛我所有嘅孫，我有三個孫嚇，叫一切聽話的嚇，就一定咧就有遺產分。咁我係咪愛所有嘅孫啊？我只係愛聽話嗰啲孫啫，係嘛？因為唔聽話嗰啲，好似我有一個。咁佢話咧，我唔讀書噶啦嚇，即係佢又冇食煙嘅，唔係讀萬卷書啊，食萬寶路嗰啲嚇，咁就話你唔好攞我啲利是啊，因為我唔讀大學噶啊，佢話你唔讀大學做咩啊？咪 homeless 咯，住後咁啊，咁或者我同阿哥住咯，佢而家同阿哥好 friend 噶嘛，我哋話你阿哥嗰陣時仲肯同你住咩係嘛？嗱，咁如果我用嗰句説話嘅時候，我係咪愛我所有嘅孫？唔係，我淨係愛聽我話嗰啲孫。所以呢這個的預定論呢是不成立的。預定是什麼呢？神預定呢，就是神呢揀選一些的信徒去做某一種的事。他揀摩西去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揀保羅去跟這些的外邦人來到傳福音。神揀選了一些信了主的人去做一啲嘅事，因為神預知道呢一個人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嗱，我唔係話我自己有咩特別嘅地方嚇。我所信咗主之後咧，我13年就喺出邊做工嘅，我都幾勤力噶。我星期五就做團契，星期六做團契，星期日咧就教主日學，兼揸埋巴士，咁啊做足個一路咁都係咁樣做噶啦，我從來未祈禱過話神啊，叫我做牧師啦！你千祈唔好揾我做牧師添啊！我從來冇祈禱過嘅，直到咧前任嘅西人牧師啊揾咗我3次啊，頭嗰2次我都話祈下禱先啦，其實即係祈下禱，即係唔撈啦，係嘛？祈下禱先啦，祈下禱先啦，啊，從神耍太極嚇，但係即係神有佢嘅意思喺度，我唔知我有啲咩長處啊，我啊冇嘅係嘛，但係總之神就話嗱你做啦 ，OK。摩西有咩長處？神就特別揾佢嘅喎，摩西其實好他條嘅喎，係嘛？佢40年喺度做看下羊嚇，係咪風涼水冷我就唔知道啦嚇。咁啊好 happy 嘅喎，係咪？跟住神就揾佢，佢就話你揾我做咩啊？找我去見法老王 ，no way 係嘛？啊，點解神要找摩西咧？聖經冇講到，但係我估啫嚇，我估嘅可以錯嘅嚇。摩西有咩特點？神話摩西係世上最謙卑嘅人，神阻擋驕傲嘅人，賜恩給謙卑嘅人，所以佢知道啊，摩西就算啊佢幾叻，帶領呢一班以色列人，佢都唔會啊就。攞咗神嗰啲尊榮喺度嘅，所以佢揾摩西嗱，呢個我自己解讀嘅啫。保羅有咩特別？保羅點解神要揾保羅？保羅初初係逼迫啲基督徒噶嘛，喺大馬色路先信咗主啫嘛，跟住3年啦，彼得嗰啲都唔肯見佢啊嘛，咁佢神點解要揾佢？咁我覺得咧，其中我覺得有2個原因嘅。又是我自己想的而已，你不要說聖經說的。第一個原因，保羅有這個衝勁。為什麼我說他有這個衝勁呢？記不記得他最出名的一句說話，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什麼話？直跑啊，不是直行啊，直跑啊，即是他很有衝勁啊，後面那些東西不理了，我以前有幾咁尊榮嗰啲嘢，我唔理啦。我看佢為糞土啊！後邊嗰啲失敗咗嗰啲，我又唔理啦。我就一路咁直衝嚇，都幾威嘅喎，係嘛？有好多人就會退後啦。第一樣，我覺得第一個原因，神可能揀佢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佢
以前逼迫基督徒的嘛，突然間轉了態，是吧？哇！啲人當佢保羅出嚟或者傳道嘅時候話，我都睇下呢個保羅有咩特別啦。嗱，所以咧，若果咧我以前係黑社會嘅，而家我做咗牧師啊，今日呢度坐多好多人喺度嘅，嚇佢話呢個黑社會大佬變咗牧師啊，係咪啊？所以咧，有時咧，你嗰啲即係做我哋聽嗰啲人見證嗰啲，哇！嗰、那個又吸毒啊，又剩啊，啊而家就啊係咪以前啊阿劉文和牧師啊，佢個名字都講得好好嘅，劉文啊，劉文和啊，咁啊啊咁啊，佢以前係即係又黑社會啊，又吸毒啊，咁啊都當然阿劉文和牧師嚟講啊，啊咁啊快啲去聽下佢講啦嚇，因為咧睇下佢點樣改變，有一個嘅。啊，應該一個姊妹啊，佢以前係拜佛拜得好犀利嘅，跟住又信咗主啊，咁啲人哇，佢當佢講嘅時候，咁我又去聽啦。咁其中可能咧，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咧，佢能夠嘅吸引力咧更加大。嗱，但係咧，我哋喺度睇主要就係、是、有時咧，我哋冇求嘅時候，神都會回應。回應嘅點解咧？其實咧，我哋話神會唔會叫我咧？嗱，弟兄姊妹，你唔知噶。主要我哋忠心嚟到侍奉神。我哋向神忠心，神可能有朝一日就揾你做一啲你冇諗過你會做嘅事啊！但係今日咧，我想同大家主要分享就係神咧祈求就必著得著回應，有時嘅答案係 yes， 有時答案係 no， 有時答案係 wait， 有時我哋冇求到啊，神咧可能咧都會俾我哋咧一啲嘅重要嘅事去做，所以我叫做預知。預定跟住預用啊 ，OK， 神咧就用我哋做一某種嘅成功嚇，咁所以咧希望咧大家咧喺呢個嘅祈禱嘅功課裏邊咧嚟到知道乜嘢叫做祈求就得著嚇，咁我做一樣宣佈啫啊，我咧只係剩翻我手頭上只係剩翻應該十張飛啦，就係咧呢個嘅啊我哋嘅 channel 弟兄會嚟嚇日月家輝嚇，就係顧家輝嗰個家輝嚇，咁咧就啊。咁咧就啊，我諗佢哋已經預備咗好多嘅歌噶啦。咁咧，所以咧就啊，我哋唔會再加啲票上去嘅，因為我哋唔想到坐得太滿啊。咁咧就應該坐300人咁上下。咁咧差唔多啲飛，我唔知後邊仲有冇得買。依家出邊個 lobby 嗰度，如果你冇咧，我仲有十張咁上下，我係自己收藏版收起佢嘅。咁 just in case 話我都唔中意聽呢啲歌嘅，唔係你聽 ，OK？ 唔係你聽。是你邀請一些特別平時不來教會那些、啊、叫他來聽、啊、這個是其中我們主要的原因，又為什麼說、哎、呀不唱熟靈那些歌、啊、因為熟靈那些歌對一些未是信主的人，他們那些歌什麼都不認識，所以呢又會夾雜的、啊、有一半一半那麼長，那麼你就可以問我，那麼就讓我促售這些、啊、這些飛、啊、好，那麼我就將時間交給、啊、陳牧師同埋 praise team， 咁喺呢歡迎新朋友之前咧，都仲有一個嘅報告事項，咁啊講咗呢個先啦。咁啊，咁今年咧，我哋咧有一個嘅復活節嘅愛心奉獻。咁啊，復活節愛心奉獻咧，就啊聖誕復活，我哋都會有一個愛心奉獻，就係、是、target to 教會係睇下邊方面嘅需要。咁你會睇到咧。啊、第一個事項咧，就是、我哋咧將收到嘅奉獻咧，50%咧，將會咧係啊撥翻落去呢一個嘅compassion fund 裏邊，即係個慈善嘅基金。咁呢個基金咧就幫助咧，即、就、係、是、有啲突發嘅災難啊，啊國外啊或者係國內啊，咁好似上次呢個土耳其地震咧，咁教會一有呢個地震嘅時候，教會已經撥咗5000蚊出去啊嚟到係啊幫即係啊當地嘅地方。咁所以咧，當我哋呢啲啊基金少咗嘅時候咧，我哋要添翻，咁一有50% 就落咗嗰部分。咁另外咧有50% 咧就咧我哋用作咧係發展呢個星期日早上咖啡或茶事工，咁大家期唔期望咧？我想問下大家。
期唔期望有咖啡或茶，每個星期翻嚟都有杯嘢飲下咁樣。咁我咧好希望又 resume 翻呢一個嘅 ministry。咁 resume 呢個 ministry 嘅時候咧，就係、需要一啲經費啦，唔係話買咖啡嗰啲嘢。咁我哋咧就諗住咧就會係喺咧喺呢一個嘅玻璃前邊，我哋右手邊轉右嘅玻璃房個空間嗰個位置啊。咁我哋會係整得佢闊落啲、好睇啲咁啊，擺幾張台仔喺度咁樣。咁咧就嚇、整個茶水嘅咖啡或茶嘅機器喺度，咁咧就咧係方便大家。咁當然啦，咁啊星期日嘅時候咧有專人嚟到服侍大家。咁咧就我哋50% 咧就用作嗰度係擴展嗰、個咖啡或茶，咁啊希望嗰度有個細細嘅 cafe 咁樣嘅形式，咁啊大家可以享用啊，有喺樓部可以享用。咁啊，咁就可以咧，後邊咧有奉獻封喺個奉獻箱側邊嗰度咧，你可以咧係攞奉獻封啦，嚟到奉獻啦，寫清楚係 for Easter 咧，就係 for 呢個 purpose 嘅。咁另外咧寫支票咧，記得咧寫咧 Easter 或者寫中文復活節都得噶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咧歡迎第一次嚟到灣區環聖經教會嘅新來賓。喺我哋當中有冇第一次嚟到嘅咧？有你舉舉手俾我哋認識下，有冇啊？舉舉手。我哋想拍下手掌歡迎你，有冇第一次嚟到灣區環聖經教會？咁啊，好啦，咁啊，我哋繼續啦。大家見到好多空位啊，咁啊，疫情咧又慢慢一路退卻啦。咁希望咧，我哋有更加多嘅朋友啊，或者我哋教會弟兄姊妹都係一齊同我哋一齊敬拜。咁我哋一齊向大家打下招呼好嘛？坐喺度咁耐 ，OK。好，咁幾項嘅報告事項啦。今日晚上咧7:30嘅時候咧，我哋有個嘅視像祈禱會啦。咁大家可以參與啦。咁余牧師應該係送咗個 email link 出嚟噶啦。咁可以大家可以一齊參與，係喺為教會、為事工、為個人一齊嚟到係祈禱。咁另外咧就係咧我哋嘅2023年嘅暑期聖經班咧，除咗係咧需要義工幫手之外咧，而家今日開始係接受咧小朋友報名，家長報名為小朋友報名，咁係呢個嘅係暑期聖經學暑期聖經班，咁你如果需要呢個 QR code 可以翻去呢、這個入翻去教會我哋嘅講道回顧嗰度咧，可以咧係攞到呢啲資料。另外咧就是、一個嘅突發槍擊對應訓練咧一個工作坊，咁呢個咧就係唔係理論嘅，係要即係走下嗌下啊咁啊，即係有啲俾大家有啲實習啊。咁啊，希望咧大家如果係真係我哋祈禱咧，就真係唔想面對呢啲嘢。咁啊，如果真係面對嘅時候，我哋都有少少基本嘅常識可以去應對。咁呢個咧，呢個訓練咧係專係俾咧曾經你係聽過理論未曾有實際嗰啲咁樣嘅，呢個係比較係盡心少少嘅。咁遲啲有個嘅係基礎班嘅。咁另外呢一個咧就係咧世界宣明會我哋同佢一齊係去有辦一個嘅圍著係啲水有乾淨水俾嗰啲係非洲嘅國家啲乾淨嘅水嚟飲。咁我哋有個嘅步行籌款，咁個步行籌款咧就係會係喺由教會出發去到大約去到碼頭再阿拉米達碼頭咁上下咁翻翻轉頭，咁詳細嘅資料咧，你可以咧係入去呢一個嘅 QR code 裏邊咧，可以揾到詳細資料，或者唔明白，可以都可以咧係email Lily， 咁亦都可以係攞到更多嘅資訊。咁另外咧有兩個咧係呢個灣區基督徒短宣訓練中心有兩個活動，第一個咧左手邊嗰個咧係一個嘅音樂報道會嚟嘅，咁啊個地方係喺 Mountain View， 咁你可以係留意一下。另外一個咧就係咧耶穌愛灣區嘅活動，咁係6月份佢哋有個 training， 7月份咧有一個嘅。就出發，就是、去做傳福音工作。咁喺你出邊咧，嗰度有張台仔咧，你可以攞到
呢啲嘅更多嘅資訊、更多嘅資料，即係喺裏邊有唔同嘅題目啦。阿馬國道牧師亦都會係有喺裏邊咧，係教大家一啲傳福音嘅方法啦，點樣向陌生人啦，點樣向家領家人信主啊，呢啲題目都喺裏邊都可以揾到嘅。咁我哋嘅主後班咧完咗我哋崇拜之後咧，喺呢個教育樓咧，我哋有唔同嘅主後班，希望弟兄姊妹咧能夠揾到一班咧你喜歡嘅。咁喺當中咧，你係一齊去學習，同弟兄姊妹交流。咁亦都可以嘗試下咧，即係今次你喺呢個主學班，下一次你去第二個主學班，你可以認識更多嘅弟兄姊妹啊。咁另外咧，預備咗奉獻嘅咧，我哋後邊有奉獻箱啦，亦都可以咧，你係透過 PostPay 嚟到係奉獻，或者係咧用支票嚟到係奉獻都可以嘅。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咧就係將時間俾。我哋 Peace Team 帶我哋唱歌，咁一齊起立好嘛？咁我哋好多謝主耶穌基督啦，係嘛？佢本來係天屬天上嘅，佢嚟到地上啊，選擇做僕人嘅模式嚟到為我哋贖罪。我哋預備咗呢只歌叫《成了牧人》，識唱嘅咧，一齊唱好嘛？舍弃天家的尊贵，放下权与位，直到死，身心已饱经和困，无悔付上十架牺牲，一切耶稣是神。成了仆人，难免受创伤牵制，以卑微人生成就千秋共义共挚爱，未计代价无言地作赎祭。心意，听因主吩咐，要立志更新，尽这生彰显救恩的乐人。神圣十架是我每天天人，耶稣是神，成了仆人。耶稣是神，成了仆人。
找千秋共义共慈爱，让我效法无言的作活祭，以卑微人生成就千秋共义共慈爱，让我效法无言的作活祭。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亲爱的恩主，我们多谢你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你是为我们的缘故舍身在十字架上边流出你的宝血，而是三天复活。我们今天早上也都是庆祝主你的复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是因为你是献上自己成为一个祭，赎了我们的罪，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你使动我们得以洁净，使动我们的罪得以除去，也都有生生的盼望。主，我们满心的高兴因着你，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继续努力在你的事工上面来到发展，也都将最好的信息，就是耶稣你复活的信息，去跟人分享以致他们都能够去相信，同样有一个生生的希望。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多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到是藉着诗歌，藉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激励鼓励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大能的主，你是我们所信靠的，我们一生都要依靠。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离开的时候，求你保守我们的脚步，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平安，奉靠救主基督耶稣名求， Amen。 下个星期见。同赞美耶稣得胜荣。